你妈打你了？也不算打吧，就糊弄了一下。哎呦，你真的是我姑奶奶了！你怎么多大祸呀？啊，把你妈气成那样！我真的，我现在觉得你比我都牛，你比我都厉害。还说呢，前几天你不去上课，跟我们急的，真以为你病了。你们两个说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罪人？罪不可赦那种。我不知道。反正英子，我觉得不上课是不太好。我完了。这是什么？什么？你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完了呢？你赶紧给我呸呸呸！你不知道，我妈她从来没有打过我。她刚才看我那眼神特别冷漠，我真的难受极了。我真从来没想过我妈会打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觉得她要放弃我，她已经不再跟我较劲儿了。那这不是好事吗？怎么着？你不会有受虐倾向吧？不是，我跟我妈就是那种相处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我太了解她了，她就是那样一个人。她要不跟我较劲儿，她就不是我妈了。是是，你看她每个家庭其实不一样的，妈她都有妈的区别。你和你妈是这样，我妈是什么？我妈属于直筒子，她就什么都给你直来直去的。我真的是从小被她打到大的，小时候天天打我。现在是因为长大了，皮糙肉厚了，他当然也打不过我，老人嘛，我也不能说是还手，对吧？不过也真是，他要一直这么打我骂我，我倒还觉得，他是爱我的，打是爱，骂是亲嘛。你要说真有一天他不打我、不骂我、不说我，我倒觉得也挺奇怪的，我也觉得有问题。你又怎么了？你想大姨了？想，每天都想。你妈是不是对你特别好？好，我妈真的对我特别好，她什么都依着我，她也从来没打过我，也没骂过我。但是我现在见不到我妈了，就。我现在就连他的声音，就连他的样貌，我都随时间推移，我都淡忘了。哎，俩人，好了，好，没事，来，没关系，你看，你听表哥说，我也跟你一样，我也想大姨，不过你既然来了北京，这也同样是你的家呀，对不对？小姨、小姨夫还有我都会照顾你。我说实话，我妈对你比对我都好，她把你当做亲儿子，我都感觉有时候我都吃醋呢。所以说，我妈照顾你，我爸照顾你，还有我也照顾你，我还保护你，你怕什么的呀？没什么可怕的，怕什么呀？看你们俩，一个个丧，这么丧，开心点行不行？你像我似的，我怎么就没不哭呢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外边天气多好呀，咱出去溜一溜多好。那个，你妈把你老公拆了？没事，咱给他拼回来。对，是不是磊啊？咱拼回来。走，去乐乐，走。怎么着，你不去啊？走。哎，走，还起劲啊！走。哎呀，走，没味儿了，要不再来一泡？喝了。嗯。这一个下午喝好几壶了，灌一肚子水饱。我这为你好，知道吧？泡点茶，给你清清火，好吧？咱俩能不能把灯打开？这黑了咕咚的喝茶，搞得像大明宫词似的。你别什么大明宫词了，你看你丧个脸，跟那丧家之犬似的。
英子和宋倩也不给我回微信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你说是怎么回事吧？这还问怎么回事？怎么给你回微信？你就放心吧啊，宋倩、童文杰陪着呢，英子呢，我儿子陪着，没事儿，你放心吧啊，凤元。嗯，你凭良心说，嗯，我这个人孙不孙吗？你让我凭良心还是不凭良心？你凭良心说。凭良心，我觉得你挺孙子的。那你不凭良心说？不凭良心，我觉得你太孙子了。行了，你就找机会就占我便宜。反而我承认哈，我乔卫东这人，我做生意还是挺精的。嗯，这么多年，我确实是对不起宋倩。英子我也没怎么管。我对英子或多或少，其实我内心是愧疚的。嗯，但你说作为父亲，我这人还靠谱吧？嗯，靠什么谱了呀？你哪靠谱了？你怎么靠谱啊？而英子学习再好，这也是高三了。高三比成绩还重要的就是心态。你给英子折腾那儿，你每天玩玩俩月，心就玩散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是孩子不开心，孩子天天跟我抱怨。你说孩子现在高三这个时候了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说孩子没了，我这么多年我忙活什么呢？那跟分数比起来哪个重要？这样，你先别激动啊，老乔，你先别激动。我觉得是这样啊，这个你这事儿呢，为英子想，我能理解，我也支持这个孩子这快乐第一啊，成绩第二。你这事儿你错在哪儿呢？你是因为你先斩后奏，当年法院怎么判的？啊，乔英子判给的是宋老师。这么些年是宋老师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的，你做了什么事儿？你做多少事儿都叫锦上添花，没错吧？你甭说什么什么你的基因好，英子聪明就随了你了，是成绩好都是因为你。那是宋老师作为一个老师，作为一妈妈，一天一天努力分不开的，对不对？我承认，对吧？结果你呢？你悄没声偷偷回来了，我还替你扛着雷。你回来就算了，你还弄这么一出，还弄小梦到你们家去，啊？小梦来之后接着怎么着？啊，跟着吃燕窝，你也不管。你别说是宋倩看着不舒服，我看你得气炸了呀。是，这么多年宋倩做的事儿吧，对孩子的付出我都承认，但是宋倩的问题呢，就是宋倩啊，什么话都直怼，命令孩子。你必须生吞海参，你必须学习第一，你必须好好学。不是，你说这谁听着心里舒服？你舒服吗？我肯定是不舒服。我当年听着要舒服，我们俩也就不会离婚了。离婚的家庭啊，孩子心里都脆弱，英子懂事儿。嗯，很多时候他考虑到妈妈，他怕妈妈心里难过，孩子把事情都压在心底，那你说我作为爸爸，我不去帮孩子吗？我该怎么做？那你这事儿要是这么说的话啊，老乔，我觉得当初那，你就不应该结婚，对吧？你就算是结婚了啊，你也不应该跟宋老师结婚。你跟宋老师结了婚，你也不应该跟宋老师生一乔英子出来。哎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说这有什么用？对呀，所以呀，各家有各家特点。那我们家童文杰那比宋老师也不怂啊，也刚刚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你这事现在你能改变宋老师吗？你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，就是正面解释，解释一遍不行，解释两遍，啊，道歉，一次道歉完了，二次道歉，三次道歉，你多次他原谅你，你就算结束这事儿。反正你说滚刀肉无所谓的，对吧？你这滚刀肉，你就别挑这些理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的就是这，有没有道理吧？行，等宋倩平静平静吧。哎，然后我找他谈谈。对，这才是正理儿啊。行了，咱俩吃个饭去吧。没心情。这喝一下午茶，这肚子油都刮光了，没心情得吃饭啊！你别饿着呀、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的人生经验就是这样的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。咱不吃那什么健康食品、有机食品了，吃火锅去，行不行？
如果说火锅解决不了，那就再添个小二。走吧，我请客，放松一下。哇，哇塞，这这么大呀、啊！我这什么都有，哇塞，这真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哇塞，这真的是跟电影里一模一样、啊。还有宇宙飞船，不过啊，你妈下手可真够狠。你看，多么好的一个东西，在你妈手里全碎了。哎，这怎么还有黑板啊？哎，这画的是什么呀？宇宙飞船、火箭，还有外星人，太有创意。哎，英子，英子，这就是你那8499啊？嗯。哇塞！哎，英子，你们家房顶还有星星了，这太梦幻了。你爸真是对你太好了，真把你当成公主了，这么用心。再说这么好的地儿你都不跟我说，还把我把我当哥们了。我这严防死守的，都被我妈给发现了。你要是知道了。第二天还不就给说漏嘴了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嗯。那你还嗯？崽儿。哎。你要图纸吗？哦，不用。我虽然没拼过乐高，但是我看过好几遍《星球大战》，它里面飞行器的样子我都记得，应该能拼出来。我试试。行吧。你们拼，你们捡，我给你们喊加油，做陪聊服务，怎么样？你好意思吗？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把我学习复习的时间用来拯救你这基地，你就这态度，以后我可不来了，以后有事别叫。你复习了有用吗？考得好吗？乔英子同学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刚才哭的时候什么样了？哎，哦，错了错了错了，不说不说。哎呦，哎，英子，你看啊，光那么小的东西就8499，这一下来不得？十几万、啊，这钱都不是事儿，这宇宙基地对我来说可是无价之宝，这是我的心尖儿尖儿、心头肉，懂不懂啊？那你这还有时间再回来玩吗？不知道，估计这高考之前是肯定不可能了吧。所以说啊，我想今天咱们就把这个给拼完整。今天？嗯。拼好天都得黑了，这兄弟们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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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捡啊！那俩人你好好拼啊！我给你往往屋里捡。你给我小心点！是是是。哎，这大周六的，杨鹏哪去了？不是说讲座上午就讲完了吗？这不马上就要期中考了吗？洋洋说他最近几天都要在图书馆自习。哎呀，真不错，孩子知道努力了啊！哎，希望能考个好大学。啊！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洋洋回来了。嗯。饭你吃过了吧？吃了。那你洗洗手，过来吃点水果。不用洗手了，有牙签。洋洋，吃水果，来看。行。嗯。今天图书馆学习的怎么样啊？没去图书馆。没去图书馆？那你去哪儿了？妈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啊。昨天体育课打篮球，把人同学手机给砸了。他说那个里面有特别珍贵的东西，我也不是想麻烦你们，但我今天跑了一圈了，没人能恢复里面的数据，我就想着看看你们可不可以帮忙找找人，把里面的数据给找回来。恢复数据，这事跟我说嘛。我有个老同学啊，正好开了一家科技公司，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啊，我给你问问。哎，你把那个手机给我，你这个恢复数据啊，你要把那个坏了的手机拿给我。拿回来了，就包里呢。哼，小事儿，就这个。哎呦，呼，
放心吧，周一我拿给他看看去。我答应人家恢复好数据之后再给他赔个新的。那你先给人把手机赔了嘛，待会儿我把钱给你啊。不用，妈，我用我自己压岁钱就行了，这我自己闯的祸，我自己收拾，已经挺麻烦你们的了。你看你跟我们还见外，帮你不是我们应该的吗？啊，行，谢谢爸爸，那我回去写作业了，我们看电视吧。啊，谢了。真懂事了，知道跟咱们交流了。哎，你怎么关了呢？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吵着学习。哎呀，你说这大周末的，难得不加班，大晚上都不知道做什么了。嗯。哎，走，走走走，咱俩出去遛个弯，让洋洋自己在家好好做作业啊。别，天太冷了，我去。你运动运动吧，你瞧瞧你这肚子，你再不运动，你这肚子越来越大。哎，我这肚子怎么了？我自从参加工作就很少在外边吃饭，也很少在外边喝大酒，啊，我积极响应了回家吃饭的号召，我很健康的。你是回家吃饭了，但你不想想，你每顿都吃多少啊？你今天要不是我拦着你，你三大碗就干进去了。照你这么个吃法，早晚得得三高。哎呦，我真的不去。不是，我已经很注意了。你说，少让我喝酒，怕我长肚子。我很长时间都没喝了，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啊，还挺馋得慌的。咱们这个年龄吧，代谢是越来越慢了。你又管不住嘴，你就得迈开腿嘛。走走走，不，我跟我去遛弯。哎呀，陪我去行吧？不能强迫我嘛。我。洋洋，我和你妈散步去了啊。好，你们去吧，多穿点啊。孩子知道关心你们了。那你多穿点。好久都没陪你出来走走了，是挺久没出来走走了。老白，慢点慢点，老白。哎，小狗挺可爱的，挺可爱的。要不咱们也养一只？哼，想什么呢？洋洋现在高考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咱们两个人上班，谁遛狗啊？我也就说一下。哎呀，你还别说，明年洋洋要是考上大学了，这家里边就剩咱们俩了。嗯，孤寡老人呐、啊，说不定还真需要一条狗来陪陪咱们呢。哎呀，孩子长大了，咱们就老了，这是客观事实啊。到那个时候啊，咱们呀，都出来转转，走动走动，像今天一样。哎呀，哎，那个交通规划有问题啊，这么多，那个右转车道有两条，这个右转道上应该设个红绿灯才行。行了行了，今天你不上班了，就出来遛个弯还研究这个。不是，我就看着这个路堵啊，心里就堵。那么宝贵的时间耽误在路上，多可惜！你又不开车，你怎么知道那路就不合适呢？行了啊，你让自己消停消停吧。哎，不是让我去吃火锅吗？这怎么去超市了？买这一大堆东西、啊！哎呦，你瞧你这抱怨一路，下都下来，顺便买点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媳妇跟着你前妻啊一下午，我儿子照顾你闺女一下午，我陪你尊享茶开导你。你就是当我跟班的，原来这是一片菜地呀！哎呀，我这什么时候吃过？什么眼神？老纪，老纪，老纪，
哎呦，圆圆在这儿呢。有人遛弯啊？啊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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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位是？哎，乔英子的爸爸。啊，我们见过。是在天文馆见过。对对对对。哦，你们之前见过是吧？是。我再正式介绍一下，乔卫东，我的好朋友，著名投资人，这个他闺女跟洋洋还有我儿子都是同班同学，以前。对，是是。这是洋洋妈妈，你见过？见了。这个就我不用介绍了，这季局长。来来，你拿。季局长。哎，久闻大名哈，季局长。等等。乔先生，哎，你也住附近？住书香雅苑。哎，都是邻居。对对对。为孩子搬过来的，孩子不高考了吗？回来陪陪他，刚搬回来。哎呦，英子特别的棒，她在我们天文馆当义务讲解员，我听过她之前的那个双语讲解，特别的出色。哎呀，孩子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，乔先生肯定也是成功人士。哎，对，我不成功，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。哎，老季，我们俩正好约来吃火锅，一块儿吧？我们都吃过了，吃过了，你们去吧，对，季局长一起吧，喝一杯呗，喝一杯。不了。别客气了啊，喝一杯吧，这是难得聚在一块儿啊，那你就去吧，去吧，就别喝太多就行。行，我已经少喝了，少喝了。喝一杯，哎，你早点休息，那个叫洋洋早点休息啊。好好好，走，我的，来，我订了房间，我订了位置，哎，来，季局长，服务员，老季，私人聚会别叫关城了，叫老季就行。老季，老季，来，喝一口，哎。哎，你这怎么着，光喝也不吃？我吃过晚饭了。再说我这个岁数要注意了，我三高。我就不管，我也高，高我也吃。啊，我这个血压、血糖都高。来，乔总。哎，别，就叫卫东。哦，卫东。哎，你做投资都投什么呀？什么都投，小生意。喂，哎，我加入一下。对。就这局啊，我跟老乔，我们是老哥们儿，每周都去。这个季不能叫区长啊，老季是我发小，小时候我们一个院的，这咱们这以后就都是邻居，也是好朋友了啊。好嘞，来来来，快，今儿一醉解千愁，来。哎，我这酒啊，我醉了我也解不了愁。就你愁什么？你这个做投资的，哎，你女儿还是个学霸，对吧？你愁什么？就是闺女的事儿，孩子的事儿。说起孩子了啊，不怕你们笑话，我最近是有些成功的经验。我和我爱人不是在外地吗？六年和我儿子见面的机会啊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出来。你儿子我在英子他们那合影里见到过，瘦高瘦高，长得挺帅的。对，一个班的嘛，季洋洋。啊，对。他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走的，高三我们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他已经成人了。哎呦，刚见的时候呀，孩子跟我们那个别扭，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呀，两眼一摸黑，根本没法交流。你们家有这情况呢？我都不知道。现在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哎呀，跟你们家肯定没法比了，但是最近是好多了。我和他妈妈没少努力。卫东啊，我的经验是，要想了解孩子呀，必须要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。啊，多学学他们的这个新鲜事物，多沟通，有了共同语言才能够聊天嘛。那些什么分数呀、高考的，尽量少聊。哎，但是你说，如果说这孩子他的兴趣爱好要是跟学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比如说我儿子吧，他喜欢东西没有一样跟高考挨得上边儿的。你比如他喜欢什么啊？玩游戏，打篮球，看电影，看动漫，吃鸡，不是。鸡是要吃的，高三的学习任务重，身体很重要。不是那鸡，此鸡非彼鸡。这吃鸡是一游戏，手机上玩的游戏，一玩两小时，特别耽误功夫。你不也玩吗？你不也吃鸡吗？还说孩子，我就为了混到里边去，你知道吗？看看他什么时候上线啊，每天玩多长时间，这等于就是一种变相的监督。哎呀，我也是。我经常混到他们那个就聊汽车那个群里边去啊，冒充别人跟他聊天，我还起了个这个网名呢。Victor， 那 Victor， 胜利啊！哦，好，你这执意是吧？感谢你。你说咱累不累？你说现在孩子怎么那么让家长操心呢？咱以前也当过儿子，咱也没这样。现在这孩子呀，我看啊，还是我们家英子好点。乔东，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你闺女能跟我们儿子比吗？这是一个情况吗？闺女那叫小棉袄，儿子最多也就是一防雨服。什么是防雨服？就雨衣、雨披，
你想啊，闺女小棉袄不用说了，贴身穿着啊，又暖身又窝心，是吧？儿子不一样，儿子就等于是一雨披啊，一个雨衣，一年能下几回雨，能穿几回雨衣啊。所以将来儿子就是关键时刻露个面，比如说啊，咱们七十大寿的时候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还有就是将来咱们丧礼那天啊，在葬礼上面他站头一排啊，一边哭一边跟大家握手，谢谢您来送我爸啊，谢谢来送我爸，谢谢来送我爸。就这，哎，这话让你给说的，这火锅吃的我心里拔凉拔凉。你凉什么？你是闺女，我们俩是儿子，我们俩才该凉凉的。还有，你觉得你自己啊，你潜伏在那儿，希望能够了解孩子的那个内心、兴趣爱好。结果呢，你们家领导还不一定买账，他还怀疑你，是不是你自己想玩了？是不是你小时候游戏没玩着，你现在觉得亏了，你想把那课给补上啊？你想想，我爱人倒是没有，他挺支持我的。那倒是，这不是出来的时候还劝你多喝几杯呢。哎，你爱人不跟你喝酒吗？不管，不仅喝酒不管，我和谁睡觉都不管。啊？你说现在老方，真的，他人确实不管。我应该这么说啊，这么些年，老乔在外边这个啊，跟不同的这个异性接触啊，他爱人一般都不管。不是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哎，但是应该这么说，哎，你先别生气。准确讲是这样啊。他这个爱人的称呼现在应该改一改，应该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前妻。离了。哎，老乔，我发现你对宋老师还是挺有感情的。你这爱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宋老师。习惯了吧？这就好比在监狱里待久了，上个厕所也得报告长官我能不能撒泡尿。你就一个理儿，一个理儿。哎呀，卫东，离了啊？离了，离了。有点羡慕。这个没有，谢。你呢？啊，我这好事不是谁都能赶得上的。这还好，开玩笑啊。围城，有媳妇儿就有媳妇儿的好，没媳妇儿有没媳妇儿的好。这么说吧，这个阶段孩子高三了，什么媳妇儿啊、爱人呢、亲爱的这些称呼通通没有了，统一一个称呼：孩子爸、孩子妈、孩子奴。哎，对，孩子奴。来来，咱们仨孩奴喝一口，来。打过凡凡吗？打过呀，吼骂打。我著名的三板斧，我跟方圆还混合双打呢。真的假的？瞎说。主要是吓唬我，不是真打。那是小时候，现在吧，打也没用啊。你打他，他比你还厉害呢，打不过他。现在只能以理服人，以德服人。我就说，瞎开玩笑罢了。你打英子了？也不算，我其实不就是急了，然后糊涂他一把。这女孩可不比男孩啊，男孩随便打不记仇，这女孩自尊心强。嗯，是是是，哎呀，今天真的是太冲动了，主要是给我气坏了，现在想也可后悔了。哎，你说。我整天要求英子要好好学习，要考个好大学，要成功。我这么想本身是不是就已经很失败了呀？这不叫失败，你这哪叫失败呀？你这要叫失败，你对失败得有多误解呀？你看看我，从事财会行业20年，终于跌落到了财会部的助理的位置，我这才叫失败呢。你那不是被人陷害了吗？是自己能力弱傻，人都说了四十不惑。你看我这四十，好家伙，各种疑惑。你看啊，以前我老爱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羡慕别人。可活到今天啊，我仔细想想，我还真挺羡慕你的。啊，你羡慕我呀？你那不叫羡慕，你那叫隔锅饭香。哎，是，我们坐起来按一下肩膀。你看你们的日子过得多和和美美的呀。哎呀，虽然说你跟方圆整天好像这小打小闹的也不断，但是也不影响你们相亲相爱呀。再看看我跟乔卫东，我觉得吧，可能吧，
还是性格合适。我发现这个婚姻比较幸福的，都是因为两个人彼此这个喜欢互相的性格。真的，你没发现吗？什么都能变，但是性格是最难变的。你看，长相可以改，脾气可以改，你挣多少钱你也会变，社会地位也会变，但是性格最难改变。我其实我知道我自己一堆毛病，啊，方圆也看我一堆毛病，我有时候看他也一堆毛病。我可是，方圆就是一个，我觉得他性格好。我有时候一着急一发脾气，他一糊弄我，说两句不往心里去就算了，这事儿就解决了。你们家方圆真的是性格好，嗯，那凡凡不就是像他呀？凡凡是挺像他的。你老说是凡凡功课不好，将来没出息。那咱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那些成绩不好的，出来后你就都混得很差吗？嗯，不一定吧。嗯，凡凡性格多好啊！啊，当然皮是皮点啊，可是你说都18岁了，还愿意跟爸爸妈妈这么好好交流，这儿子跟妈这么亲，多不容易啊！他跟他爸才亲呢，他们俩人好多鬼主意，俩人都在一块儿，一个德行。别不知足了，这儿子呀，可是，那你都说姑娘是妈妈的小棉袄，你看我们家这小棉袄穿谁身上了？穿你身上，穿谁身上？你别不知足了，哎，你这人这点不好，你老揪着人小辫子不放，你自己伤心，孩子更伤心。他跟谁说去？你还能跟我说？他跟谁说？他不又得跟乔卫东去说去了吗？你何必呢？再说他是小孩儿，你说他再怎么成熟，再怎么大，他也就18岁。哦，对了，你不前两天还说他给你做早饭吗？多不容易啊！我有时候在想啊，我是不是管他太严了？嗯，可是这女儿啊，跟儿子不一样，那就是操心的事更多呀。这我同意。再加上我以前跟乔卫东离婚，我就是觉得我这失败的经验得给他做个前车之鉴。我走错的路，那不能让他再走错任何一步。我以前跟你想的一样。我其实现在也是这个想法，但是有一次方圆说的特别对，他说孩子的人生是他们自己的，我们不能替代他们，该他们走的弯路一条少不了，该他们撞的南墙挨个都得撞。他说咱们也是这样跌跌撞撞一路走过来的，没人替代咱们，是不是？也对。然后女士，疗程已经结束了，谢谢啊，客气。哎呀，你姐，嗯，谢谢你啊。这有什么呀？不是你买单吗？我可没带钱，我也没卡。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挺感谢你的。你说咱活到这把年纪多不容易啊，多少累的事儿，里里外外的，谁愿意整天听别人唠唠叨叨啊？还都不是什么好事。有你这位朋友真好，在我旁边，我觉得挺温暖的。妈呀，我一身鸡皮疙瘩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哎，你看，服务员，再加一个钟，再给我重新按一下。哎呀，哎，真的，说真的啊，以后你要有什么烦心事儿，想跟谁聊一聊，你一定要叫上我啊，好吗？哎，我童文杰，洞庭湖的麻雀，我什么风浪没经过啊？我就这点事儿，我自己都搞得定，放心啊。你什么时候从麻雀变成凤凰？哎呀，凤凰现在最烦的就是方一凡，马上这个期中考了。哎呦，又得期中考试了。你说这以后这隔三差五的，咱们这种，啊，哥们儿，
纯男人在一块聚聚，喝点还挺滋润的。我今天还想啊，这几天我们都在外边跑，回北京啊，根本没有熟人，没想到咱们仨成邻居了。就是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。咱们要有时间的话，这聚会可以常聚，我来组织。方圆，反正我时间多的是啊。我也没问题，我现在也有时间，是吗？哎，你工作不忙啊？不忙了，现在最近工作出点问题，基本上就不用工作。不过咱这岁数啊，遇到啥问题啊，哪出了问题也都不是问题。哟，我才发现啊，咱小区这后边这还一篮球场，还灯光球场。怎么着？玩两下？可以啊，我没问题，你行不行？我以前打中锋的，我没问题。啊、老季，你会不会？我年轻时候打得不错的，好多年没动了。走啊，咱比划比划，散散步。整两下，走。飞！哇，差点。哎呦，你好！行了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。不行了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？哎，你不是中风吗？你是中风了吧？啊，一直坐着不动，你妈吃我零食啊？我主要是今儿鞋不行，知道吗？我看你这腿不行了，我鞋不行，我要换一双篮球鞋，我刷刷刷，换着呢，兄弟。哎，老季，老季，别吵，别吵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，用力过度被腰扭了的。哪呢？眼睛。吴军，现在篮球都看不见了。哎，谢谢。人不服老是不行啊。来，老季，来老季，坐着，歇会儿啊，歇会儿。你把表带上。把表给我。上回打球什么时候？大学的时候。哎呦，传！哎，我想想啊，大学毕业之后一进公司，一天球没摸过，哎呦，太累了。刚才你们打球的时候啊，我在想个事儿啊。你说当初我买这房子的时候啊，这春风中学也不是区重点呀。哎，一转眼现在成抢手学校了，可不？整个小区的孩子都是要高考的。书香雅苑很有名的，我们刚到北京的时候就听过这个高考小区。哦。哎呀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孩子们都高考了。哎，咱们俩高考的是哪年？我是92，老乔是九四。九四，啊，你比宋老师还小两届。小两届啊，嗯，可以啊，姐弟恋啊！你那会儿就整这段了。姐弟恋，这都离了。老季，你跟方圆是同班吗？啊，我们中学是同届。啊，高考的时候我复读了一年，跟他岔开了。啊。蹲班啊，不是，他这不叫蹲班啊，复读。对对对，那个时候难听就叫蹲班啊，现在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读高四。对，高四。哎，我小二头真好。哎，你年轻真是好啊。嗯，我主要是鞋今天不行，要不我真的是蛮着急。还说你鞋的事儿。回来啦！哦，回来了。哎，洋洋呢？你也不看，现在都几点了？洋洋都睡了，明天他还期中考呢。哦，对对对，你这是该早点睡啊。你这满头大汗，您跑哪儿去喝了？你没少喝吧？今天啊，还真没多喝。哎，出门的时候，你不是让我注意这个肚子吗？啊。我们呀，喝完了，都准备各回各家呢。哎，路过那个健身器械那一片啊，那儿不是有个篮球场吗？嗯，他们俩非嚷嚷说要打篮球。你说就我们仨，乔伟都没打，我跟方圆这个肚子一个比一个大，别说打篮球了，走两步都喘得很呀。平常让你走两步都费劲，你这突然一下子就那么剧烈的运动，不太好的，对身体。真的不行了，
你看我这身汗啊，到现在还没落呢。哎呀，我估计啊，我可能真是三高了。啊，以后啊要多注意养生，别等岁数大了积重难返，是吧？你能意识到这点就是好的。咱们这个岁数啊，本来就是容易这个病那个病的，你再自己不照顾自己，谁管啊？哎，你今年是不是还没体检呢吧？哦，下周要抽个时间去做一个，忙的呀，连半天时间都腾不出来。没时间呢，你就抽个血，看看血象也行啊。嗯，赶快去洗个澡，出了这么多汗，别一会儿着凉了。嗯。啊，你吹头发的时候小点声啊，别吵着洋洋了。哎，对对，你也早点睡了。啊。时间。